嗯？哦。不是！哎哎，今天脚怎么这么滑、啊？一下差点掉下去，一下怎么的？你知道，都是手把漂移的拖。对，这一定是手把漂移害的。这是不是在暗示我在买新手把？哎，应该可以吧？可以让我上！哎，有时候人还是需要一点一点啊、哦，爬上去，是不是？投机取巧这种事情啊、哦，不是适合我的，真的。啊、哦，你看看，这都已经有无重力了，在那边用个什么摩托车，不需要了。哇，为什么我今天的那个摇杆怎么飘成这样？你有看到啊？我的这个飞行器怎么歪成这样？之前也没那么歪啊！啊，一定是手把害的啦！我的手把真的漂移的有点严重啊。今天刚好拿到是那只漂移的手把。哎，我之前有喷过那个 WD-40 啊，喷了归喷了，但是没有用。WD-40 感觉就只是个延迟啊，喷了只能撑一下，好像是这样子吧。有种像是死马当活马医啊，这一个手把已经陪了我已经将近5年多了吧，该飘的还是得飘嘛。这么说也对呢。哎，奇怪，现在这样子飞就很顺，为什么刚刚歪成那样子？等一下掉下去就好笑了。没事啊、哦，一切都还在预料范围之内。虽然等一下掉下去大概会笑死就是了，先开神庙，到时候就避免掉下去。flag 嘛。没事，不会啊、哦！不要先给自己做一点保险，有保险之后掉下去，至少你还回得来，应该是可以吧 ？OK，Yes， 呀哈哈！好了，这样子的话，这边的呀哈哈也被我解完了。摩托车再做一个，矿石现在还有300多啊，够我花费。等到不够的时候，我再去地底矿一下好了。可以的。不是那个，不是，哎，完了，我上面是不是没有存档点？没关系啊，我们这边有。我在矿石尖叫。没关系，那矿石什么的在这就好了。惨哦。哎，有时候操作技术不好哦，我们就只是花个9个矿石当个学费，是不？再9矿嘛，你看这个数字333，对不对？数字333很漂亮啊，我就只是为了要建个333啊，才可以啊，让它掉下去的，才不是什么那个手滑，不用想太多，可以的。啊，刚刚雅哈哈玩有自动存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，没事啦，矿物这种东西可以再赚就好。这个巨人是哪一个等级的呢？啊，中等而已啊。话说我的声音这么小声，我直接可以偷偷吸他吗？可以直接把他头拔下来吗？拔不到头哎、欸，他的头碰不到哎、欸，碰不到头呢。哎、欸，哪有不能吸的？你只能吸下面，你吸下面就被发现了。啊，头！啊，沉住气，有机会的，头吸不到。抱歉啊，我帮你拆身体啊。秋丽打被打，秋丽我刚可以用到的，他好痒啊！秋丽，你有时候打得很准，不是这样打的啊？可以啊！你们刚刚打得那么认真，现在怎么不打的？有了，谢谢啊！看到神庙了，可明白我们是不是要搬石头？上面是不是会有宝藏啊？看起来有点酷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是不是看到了些什么？宝藏对我来说太重要了，所以应该是这样子。这样宝藏拿得到吗？可以，慢慢来啊，这样就拿得到啦。我看现在应该是地图吧。哎，我今天开了好多地图哦。抱歉，随手乱丢垃圾。我相信啊，红月会帮我清掉的。谢谢。对不起啊，不能乱丢垃圾啊！讲错话了，抱歉，我不知道那边有个空洞。注意啊，绝对不能随便乱丢垃圾。不用载具吗？没事啦。哦，靠我自己的双脚可以走遍天下，可以省能省则省，对不对？虽然我已经丢了不知道多少台车子下去了，省起来。好。下一个点我们要去哪里呢？那是什么？哎，看个东西，你怎么也不？哎呀，我靠！陷阱啊！我是个，哇！
陷阱也太机车了吧！我想说，这个东西是不是什么可以操控的？原来只是一棵树，脚有点滑，太滑了吧？还好，没事，完全没有事。大王要准备些什么呢？首先呢，我们的弓啊，弓先准备好。OK， 来跳，来啊，放个眼睛吧。啾啾啾啾！哎呀，你怎么掉下来了呢？啊，古利欧科娃，你怎么也有这种一天啊？来，大家上去围攻啊！哎，贤者，你们要打，快打，是不是？你们能够围殴王的时间就是这个时刻啦！然后展现你们的力量。我的技术好像没有想象中这么好。等，没关系啊，反正箭矢先射出去就对了。可以了，你给我下来，上去，很好，倒下。哎，古利欧克娃，你怎么也有这一天啊？好了，抱歉，哈，撤退。等一下，红月怎么红月？有啦，倒下吧，古利欧克。打完可以立刻再打一次草榜，是不是？哎，刚好坏掉了。抱歉啦，你知道吗？坏掉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再拿出一把高强度的武器了。这把是不是看起来比较厉害？拿来用用啊。抱歉啊，你给我下来，谁准你飞上去的啊？西多，你在哪里？西多，我需要你的水水。西多，西多，你这时候不出来，你是什么？完了，没关系，西多没有你，我也可以活得好好的。西多，倒转乾坤。不行，我的盾会融化冰块。哎，我的，啊，你现在红月干嘛呢？白痴啊！倒转乾坤，上去，给我到达你那个把你创造出来这个冰块的那只王那边呐、啊！气死我了！科娃，看到我了哈！你给我下去！谁准你成为天空的霸主？不可能！下去！哎呀，你的血量怎么了？发生啥事？哎呀，我打错点了！为什么我还会死？活着！我将我刷，我又刷伤害。我有伤害个屁啊！白痴！天哪！哎，我有一个古利欧克的肝脏，哎，看起来有点恶心。算了，可以了，又拿到了啦。这个未看先猜，贤者的遗志吧。打了这么久，才给个贤者的遗志，没关系啊。为了庆祝，我已经打倒了一个那个叫什么古利欧克王，花个九颗矿石再做一台车吧。没关系啊，300还是够用啊，应该是不会再乱浪费了，可以了。这下面有什么东西呢？它没有宝箱哎，宝箱感应器没有响呢。通常不是这边都会有个宝箱吗？不然你设这个平台要干嘛？是不？哦，我的位数变成二开头了。嗯，没关系。哎，不对，宝箱啊！我的，惨了，我的。再一次啊，没关系，素材很多，288，刚刚不是还有333？为了效果很牺牲，哪有？才不是做效果，才没有效果。而且刚刚说在下面吗？不是上面吗？可恶！我要靠技术，一定有办法，慢慢这样子下降。我这台车我要留着。哦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他是真的在犯蠢，哪有效果？啊、哦。哎、欸，不行！哎、欸、哎，等一下，我想说可以。我的九颗矿石就这样又不见了呢？该不会这上面什么都没有吧？我的矿石上面什么都没有，我来这边干嘛？你看，刚收完飞行器就掉下去了呢。我们素材不怕消耗，你要有消耗，你才会有机会补强它的数量啊。没有东西了就可以去补，没有东西你都不能浪费，有东西才能浪费嘛，对不对？下面有宝箱，不行啊，我这个接下来一定会出事。想把这台车留着，不是，哎，对，你，我今天到底浪费了多少个矿石？九颗矿石。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，说的完全正确啦！天天松松，再见。神庙怎么这么急车啊？没关系啊、哦，我们可以靠我们的双手，可以附加。他都已经帮我建好了，应该不至于会出太多事。而且他有给那个电池，我们要维持平衡，前面放宝石，后面放电池，欸、有押韵哎。来附加，有啦，这样子看起来很完美啊！起飞！哎呦，好稳哦，好像从来没有这么稳过。哎，可是这个电池耗的量好像有点凶哎，平衡很重要。当然啊，哎，那个石头啊，可是，好像太高了，抱歉，好像太高了。那个，哎，等，
停车停车停车，好好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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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不是不是，这个啊啊啊，这个啊，我这个，哦，还有在上面在上面在上面，这个哦，一切计划通。没有，一切哈，一切都在预料范围之中。哦，好险没有掉到海浪了，掉下去我真的会疯了耶，真的会疯掉，吓死我！以为历史要重演，不会，不会再重演了，我学聪明了，效果十足，我才没有做效果。这是计划通，虽然可能看起来中途啊，可能有点惨烈，但是呢，我们的最终结果是好的，这样就足够了。师傅，我们东西平安送达了，而且货物没有坏掉哦，这样就行了。载具杀手，载具杀手居然平安抵达给差评，不是啦。